将原对入境人员双采双检的采样检测要求，优化为仅口咽拭子单采单检，不再采集鼻咽拭子，取消入境人员涉新冠携样本检测的要求。那么，通过以上措施，进一步优化了入境人员口岸检疫的流程，优化入境货运航空器动力不空的比例，对部分与境内人员接触少、疫情传播风险较低的货运航空器给予风险分析，取消登临检疫的布控，进一步缩短货运航空器通关时间，提升机场货运的周转效率，